出去躲一会儿行了，还不回来了？你怕我想不开？那不能够，你肯定舍不得今晚咱家这顿饺子，我爸调的馅，三鲜的，老香了。我就是闻着味儿回来的。你跟谁打电话？陈丽，让她来咱家吃饺子，她一个人过年。啊？袁媛姐和佳琪没回来吗？闹别扭。 不接电话，一个人在家可能都休息了，他怎么又和圆圆姐闹别扭了？还是冯丹啊？嗨，他们两口子，就算没有冯丹，也早晚是别人。饺子来啦！放那儿了，这玩意儿好了。来，嫂子帮我拿一下。来，走啊！上桌了。在这块儿等着，饺子好了。来来来，你们看看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！ 干饺子，快来干饺子，过来盘圆圆，快！我都饿坏了。来了，饺子来喽！饺子来了！来，吃饺子啊！哎，我也想吃饺子。好嘞，吃吧。这有了。今天过年了，来，喝一个。放好杯子里吧。来来，这有这。哎呦。 来，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新年快乐！太香了，我包的饺子。哦 ，OK， 慢点啊。饺子来了。是门铃吗？我去看看。好。给我弄一小金烫啊。啊。 是快递吗？好像不是。不是，拆开看看。什么呀？孵化器。爸爸，爸爸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我爸给我的。弄不着是你爸给你的。妈妈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半夜去山上偷鸡，被我爸给捉着了？他跟我说做人不能不劳而获，有几把刷子吃几碗饭，要想吃米自己种，要想吃鸡自己养。我爸来了。放心吧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她不敢把你抓走。Lino，把这扔了吧。行，留着玩吧。过来，坐着吃饺子。吃饺子，快！嗯，尝尝妈妈包的饺子。嗯，小心烫啊。嗯，怎么了你？饺子都凉了，快点。我是又喝醉了，忘了带钥匙，我得回去一趟。你室友？不是，隔壁那个印度哥们啊，我走了。 你带上饺子回去啊！啊，不用，我家里有速冻的。Lino，先生，先生。
先生，你醒醒，醒醒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喝大了。喝大了？这么大味儿，这喝多少酒啊？这是？大过年的，什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手机上锁了，我也解不开这。你过来看看。好像是指纹的，你试试看。成功，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这里是麒麟社汉堡王。你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喝多了，您看方不方便过来接一下？喝多了？哦。好好好，我过去接他。您的位置是？麒麟社汉堡王。哎哎，好好嘞。哎，师傅。你好。我们先去麒麟社的汉堡王。您不是要赶飞机吗？我先去那儿吧，车队我照付您。啊，上好上座。哎。师傅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在这喝多了？啊，在这儿呢。玉哥，哎，玉哥，玉哥，您甭叫了，叫不醒。您开车了吧？我帮你把他扶车上去。我是他朋友，我不是他家里人。那您认识那家人吗？我认识啊。那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。啊。前三十，一定要吃好喝好。啊。我都吃了一大盘了吗？一大盘不错，再来一盘。还来一盘？你看你哥哥，有点不正常。我是他亲哥。你不说就不知道了。我怕你们不知道。错了，没喝过。早就都知道哥哥。我真是他亲哥。宣布一下。许巍吧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，我偷拿出来的。你说。哎，佳琪啊。你谁啊？我爸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？你好，我是冯丹。妈，陈丽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我说了，我们俩回不去了，也不可能再和好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我母女俩啊？离婚协议你赶紧签了啊，找你的小情人过日子去了。嫂子，哎，是我，冯丹啊。你怎么会拿陈丽的电话给我打呀？你是宣布你小三成功上位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陈丽是我不要的垃圾，是我扔出去的，是我主动提出离婚的。嫂子，丽哥他喝多了。你们俩在一块儿喝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没有跟我在一起，他是在一个快餐店里喝多了，人家店员拿着他的电话给我打的。好笑了，服务员拿他的电话给你打，为什么不给我打呀？他通讯录里有上百个人的联系电话，为什么不给他们打，偏偏给你打？你还说没关系啊？既然找到你了，你就负责到底呗。我在这儿跟家里人好好过年呢，啊，你不要再打扰我们了，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了。嫂子，喂。
你怎么进来了？就是妈撵我进来的，她非要在沙发上睡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守岁啊？白天睡多了，这不睡不着。那我陪你一块守岁啊。哎。你说外面放烟花爆竹的人，这一年的收获是不是特别多？就是没素质，大半夜不让人睡觉。别这么说，要不是因为这场大火，咱俩这会儿也在外面闹腾。是啊，谁心里高兴不想显摆显摆？我原来想着过年咱买个2000响的大力红，外加10个二踢脚，再给乐乐买200个大丝滑，他肯定高兴。哎，这一年过得真是云里雾里。3个月前我还以为我是全家的希望，升职加薪，换新房子，带领全家奔向新生活。现在看来，我就是吹了个大泡泡，还不如之前什么都没有呢。兴许这年过得还能高兴点。行了啊，都过去了，不想了的。啊，媳妇儿，人啊，就是有点希望才能活着。一个泡泡破灭了，咱再吹个新的。就这么顽强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新的一年里，一定会有新的希望。一定有新希望。醒了，哎呀，刚好。怎么是你啊？难受吧？过来喝点热汤，醒醒酒。气我都关了。不是，来坐。我喝多了，昨天。昨天我给你接回来的，店员给我打的电话，我本来是要去机场的。哦，那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法兰克福，我想回去把之前没读完的艺术硕士读完。趁热喝吧。谢谢。我离婚了。韩晶晶，她能
是有点艰难，不过我总算做到了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那天你离开以后，我一个人走了走，想了很多，想到遇到韩晶晶之后过的每一天，还想到了我妈。我妈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，我妈就说：“她说，你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跟你的救命恩人谈恋爱？你说是不是上天安排好的？”就在那个时候，养老院就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妈就在那天晚上突然特别清醒，她说她要见我。医生说她可能很快就要走了。我听完我就发了疯一样赶去养老院。妈，妈，丹丹，她一遍一遍地问我我过得好不好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妈这辈子都在为我操心，临走的时候都没闭眼。妈，我妈走了以后，我就在想，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。我现在三天之内搬出我家，房子是我爸我妈婚前给我买的，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，车子就留给他，反正上面有他把我逼到绝路上的血迹。我妈这些年一直不太看好我的婚姻，她暗中托人偷偷搜集了很多韩晶晶在外面鬼混的资料，直到他临走的时候，他才把这些资料放在遗物里面交给我。都是朋友啊，我去。离了吧。我也找到了我以前的朋友，问他们拿到了一些当年他们替我拍下的伤情照片。公司这边，韩晶晶挪了不少资金走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她是要坐牢的。我就警告她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离婚条件，我不但要报警，我还要把她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众。这她才放手。你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怎么没说要告诉我呀？我给你带去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昨天在快餐店，我跟嫂子通话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你们正在办离婚，也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他应该是又误会了，他很生气，为什么店员打电话给我？我也是不该在那个时候给你发微信的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我们俩就那样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没赶上飞机啊？哦，没关系，我把航班改了。你要去向嫂子澄清吗？她在娘家也不让我去。力哥，嗯，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和嫂子要是到了真的无法挽回的地步，我愿意负这个责任。
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真不用我在这儿等你啊！你去上班吧，今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，你要好好表现，以后咱们家都靠你了。不一定就那么惨，你别太悲观。你说过要养我的，后悔了吧？不是，我说啊，那领导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别太紧张啊。就这种情况，他们就愿意跪下来求咱再不能再干了，啊，赶紧谈，谈了收拾东西回家睡觉，去年欠的觉都补回来。妹妹开车。媳妇儿，没事啊，有我呢。版纳消防那边暂时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。不管事故原因如何，公司的损失已成定局。你要对此负全部的责任，这个你没有异议吧？是我的责任，我愧对公司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，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支持。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，我都接受。你入职公司已经有十多年了吧？一向兢兢业业，成绩呢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。这次事故是我们集团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生产事故。虽然大家对你感到遗憾，但是公司必须向董事会和全体员工有个交代。我明白，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，是想尽最大的可能挽回一些损失，但是现在看来没可能了。我在等公司的处罚。我知道我不能再留在公司了，但是我没有资格主动离开。等到公司宣布结果之后，我会配合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。姑娘好。姑娘好，一哥。哎，长胖了。年过得咋样啊？也找不着你人。嘿，怎么还倒打一耙呀？我找你，你不是出不来吗？我那一堆烂事儿，还出来什么呀？啊？那出什么事儿？家属那边，杀青当天晚上，机房着火了，素材都烧了。啊？怎么没听你跟我说呀？你还一脑门子官司呢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？那你们那个核建房子怎么样了？还什么房子？工作能保住就不错了。现在人正在总部受审呢。说你那边吧，怎么样了？原因松口了没？哎，别提了，大年三十那天啊，我喝多了，店员拿我手机把冯丹叫来了，冯丹又给圆圆打了一电话。那你这回我跟你说，真是死透了。那冯丹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已经消失挺久的了吗？说不想给你惹麻烦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事儿？不是，那冯丹不跟韩晶晶离婚了吗？当天是要飞法兰克福的，因为我没走成，现在吧，他把机票往后延了一个月，说等我决定。等你什么决定啊？还说你们没事儿啊？不是你跟他扯什么呀你？你有老婆有闺女的，你闺女不要了？我跟你说别犯傻啊，为这么个女人不值得。
谈完事故责任的处理，下面说一下公司关于人事安排的想法。鉴于你以往的工作业绩和表现，吴总和董事会一直都在努力争取。总部的出版社啊，现在还空缺一个发行总监的位置，未来那边也是吴总负责，你还有机会继续为公司服务。当然了，这也要看你本人的意愿。谢谢秦主任，谢谢吴总为我考虑这么多。我一毕业就做编辑，后来来到公司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录片。那一刻我就认定，这是我真正热爱的工作。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可以不眠不休付出一切。我想把拍摄纪录片作为我这辈子的事业。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再留在鼎铭，但我还是想试试其他的机会。佳蓉，吴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您是在帮我，我也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在这个行业的机会不多了，但我还是想试试，我还年轻，我想再搏一搏。佳茹，吴总，你去哪儿？我回公司收拾东西。我送你吧。啊，不用，我叫了车了。没关系，正好我也回公司收拾东西，走吧。吕总今天也该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吧？公司不是已经宣布他接替您了吗？是，我让他再多休息一天，明天再跟他交接。怕我尴尬呀？没事儿，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你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。现在呢，正在处于影视的寒冬期，很多大公司呢都在转型或者收缩。咱们公司是因为有国资背景，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。公司今年的拍摄计划都还没定，你现在出去找工作的话，机会恐怕会很少。我知道，但是如果我进了出版社，就相当于下了牌桌。一旦走向另一条路，什么时候再转回来，就更不好说了。邢总编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，等这件事情凉一凉，你很有可能直接接替他的位置，至少也还是干你的文字老本行。这个期间呢，你再留意一下有没有别的机会。两年之后的事，谁又能说得清啊？我怕那个时候我已经被磨得没有创造力了。再说，公司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我总不能在那个位置上骑驴找马吧。还真是固执。行吧，那就先出去看看，我也帮你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谢谢吴总。哎，吴总。哦，吴总，佳茹。雨静，你怎么没在家休息啊？哦，我没事了，不放心后期过来看一看。佳茹不是要走吗？我得来送送他。我可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。谢谢刘总，我去收拾东西。你去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刘总想说什么？说吧，我听着。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公司把这个位置给我，你心里不服气啊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不适合当制片人，吕静。我们好好说说。哎，你怎么碰着？你疯了吧，何佳茹？你干什么呢你？我本来也一直憋着话想要问你，正好你有话要跟我说，那我们就一次性说清楚。说吧，我们杀青宴那天晚上，你在姐姐房那儿到底要干什么？
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迷路了才走到那边去的。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趴在窗户上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里面有光，我以为进小偷了，我是帮你去看一看的。消防对于火灾原因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可以幸福的理由。我好奇，我就想知道你们这个片子拍的什么奶奶样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个理由充分吗？火灾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问你，火灾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是不是真疯了？你以为我为了打败你，我故意放火啊？我，你最好问心无愧。小山是个不错的孩子，很有能力。我希望你不要为难他。佳如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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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佳如姐。发动的关系都已经发动了，二百多户已经是极限了，六百真没戏。跳广场舞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啊，我也都动员过了。先把这递上去。二百多户的支持啊，也是支持。不行，那小区将近一千户了，怎么也得有三分之二的业主签名，才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声音。人家小区凑够了70%的业主签名才送上去的，咱们不用那么狠，但是三分之二的业主签名也是必须的。姐，哎，媳妇儿，哎，文博来了。闺女啊，你醒了，我给你热饭去啊。小山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他今儿加班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咱们正说那竞选业主代表的事儿呢，这事儿我必须自己上。我跟你说过呀，两周内凑够600个业主的签名才行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给大家打个样，今晚上我拿下10户。哎，你现在就去啊？媳妇儿，你先吃，不用等我了啊！哎，一凡，你吃了饭再走吧，我饭都热好了。我把楼上楼下先扫了啊，妈，你不用管我了。那姐，我也走了，我去公馆的任务去了。走，走了，叔，走，阿姨啊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行，再见啊。哎，老叶，咱就走吧。啊，你们不吃晚饭了？我们先不吃了。哎，闺女啊，我这饭都热好了，在锅里呢，你自己盛着吃啊。自己吃吧。哎，那个乐乐在甜甜家，回头我去接，你就别管了啊。吃完了就歇着啊。怎么好像回到半年前了？
又开始折腾房子了。美女，你的外卖回来了，抱歉久等了啊。哎，来，快点，趁热吃。这么多？这就开始找工作了？一定要走啊？我今儿办公室坐了一天，李玉静几次进我的位置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提交给他的策划案，还连个收到都没回我。这明摆着晾着我，想让我自己主动辞职的吗？那你就辞了呗。我偏不，我不找着合适的下家，我才不走呢。哎，我天天就坐在那儿，我膈应他。哎，反正工资白领又不干活，我有什么不乐意的呀？我快点睡了。乐乐回家了，你们这儿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孵小鸡呢。这有意思吗？挺有意思的。谁给你们的？我爸给我的。田东回来了？他自己瞎猜的。但我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吧，神神叨叨的，像他干的事儿。你们这么弄，多久才能孵出来啊？大年三十那天晚上送过来的，当天晚上就插上电了。小鸡出壳21天，还有大概2周。这是鸡蛋吗？这么大，我怎么觉得是鸭蛋呢？是鸡蛋。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乐乐，你刚才跟妈妈说你自己可以洗脸刷牙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没错。那你自己去洗脸刷牙吧，洗完妈妈检查好不好？好，去吧。干嘛呢？乐乐呢？自己洗脸刷牙去了。爸妈还没回来啊？哼，估计还没完成任务呢。你完成了？17份，除了3个租户，还5个不在家的，在家的全都签了。行，你先放放啊，来，咱俩聊聊。干嘛？过来啊。干嘛呀？就这画片这事儿啊，咱们得再琢磨琢磨。琢磨什么呀？你看咱们之前都折腾那么一次了，我觉得咱这大半年呀，都有点走火入魔了。万一最后又不成，怎么办啊？媳妇儿，就算你不找我聊，我也想找你好好聊一聊。就咱们确实不能把命运寄托在画片这事儿了。这学校，这房子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咱们该努力还是得努力。你就算这事儿成了，也是解决孩子中学问题，咱还是不能放养啊。所以你啊，有时间啊，你还是要多管管乐乐的学习。就差半年，乐乐就要上小学了，你就让他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度过，不好吗？那行了，不跟你聊了，我去找工作去。他找你干嘛？慰问灾民吧。喂，宋总。夏茹，下周回国我找你聊聊项目的事儿，有空吗？哦，有空。那下周见。行。啊，宋总再见。什么事儿啊？他说找我聊聊项目的事儿。项目是公对公，他应该跟公司聊啊，找你聊什么呀？他不找我，我也得找他。人家跟我投了1000万，我1分没赚，还打了水漂，当面谢个罪也是应该的。他不会是要追究你个人责任吧？还是先听他怎么说吧。我赶紧找工作，不用你电脑啊。媳妇儿，你不用急着找工作啊，有老公在呢，养得了你啊。我去看看乐乐啊。哎，你有空也帮我留意留意工作啊。哎，妈，拿着拿着拿着，干嘛去？先整理东西啊。
给自己整理好。来来，大家二楼看片室看片了啊，看火鸡，小白在这儿带家伙儿，行动起来，快！我的火鸡二楼看片去，走了。你们一块儿吧。走，看片子去。我去，烂片儿。你别让人到时候抓你小辫子了。我还怕他吗？反正怎么着吧。姐，我先去了。简历不错嘛。我有十年拍摄纪录片的经验。嗯，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希望在公司里可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。嗯，我在以前的公司是负责一些拍摄筹备之类的工作，这类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。我们公司也需要像你这样有经验的。谢谢。好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啊，谢谢您。嗨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好好，先我看着办。这样，打扰了。放心吧，没事。行，我等你消息。彼此的臂膀。